这的朋友都知道，这对搭档在台上的台风都是很稳的。不是你要聊什么呀？骂什么街呀？早该骂你知道吗？不是你要聊什么？问高腔。哎呀，我都听见楼的事了。我专业高腔。嗯，您一点高腔好。现在会这个可不多了，各位朋友。您这话不假，您知道？知道啊。怎么知道的？我就听点老唱片，嗯嗯，看过点什么老的资料文献，嗯嗯，还知道点哪张？就那张叫什么？叫《窦公训女》。您行吗？我行，我行，我专业。我没问您专业，那这出戏您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剧情还有剧情呢？不不不，您这净看着没剧情的了。要知道岳云鹏能有今天，孙越肯定也是功不可没的。他的捧哏能力有多厉害，一句一个包袱逗得观众非常的欢乐。